减缓，请疫苗倒来，安尼。啊，倒来了吼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无像以前讲去装迄个外装吼，的迄个庙吼去家回乡，因为这拢无，直接就倒来到咱新庄啊。哦，啊，咱遮个民意代表，哦，啊，遮个住民呢，大家都去甲迎接。啊，再来呢，就咱个老景吼，咱遮个里长、路主、头家，哦，拢去甲伊拜拜安尼。啊，即个哦，今年嘛足热闹嘞。哦，即足赞，我甲咱里路主分别讲赞，哈哈，分别赞啊，甲拍一下手嘞。哦，足成功诶，足成功诶。啊，再来吼、哦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伊今年吼、哦，这是东升业饼啦。伊今年这个机啊吼有买新的，所以伊的这个你有感觉足清楚的吼、哦。啊，再来伊的人真侪，拢是袂快。哦，细节拢起码足清楚的。哦，这是好好处啦。哦。哎，啊，恁这样过来要这个上红时就会闹热闹啦吼。啊，今年嘛做热闹，后半晚变变个潮啊！啊，我是有种感谢感觉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咱做这个新庄的这个请王甲送王哦，已经做几啊遍啊，对无？大概每一年拢总有做啦。啊，我有种感觉就是讲，四年前吼，咱这个我的阿兄啦，水潭啊啦，人叫矮啊啦，哦，伊还佫戴一顶帽啊吼，哇呦呦呦！啊！啊！今年我头拄仔在看的时阵哦，已经就无你啊啦。啊！迄是甲咱讲安怎呢？咱的人生哦，当时要走，唔知啦。哦，啊！但是活着的时阵哦，叫做活在当下啦。讲伊叫做活在当下啦。就讲咱来出去约食饭的时阵，就爱快乐，就爱来运动对无？哦，啊！所以咱。有来唱歌，有来上课，身体健康，活跳跳，安尼上要紧对无？哦，安尼今日简单甲恁讲一讲到这安尼，后来安尼今日上课甲恁花一点仔时间，真欢喜，啊，真热闹啦！哦，后一次吼，咱看下集，下集了吼，搁看咱八月十五暗访，暗访就是是夜巡啦，哦，咱做一过让恁看。啊，看了后呢，大概就是后一遍，大概那当时反正后一遍我咧上课时阵吼，要互恁看迄个上王啦，哈，好，来。